大家好，我是丁丁，今天要教大家四个保险套时尚穿搭秘诀。保险套不耐高温，长时间放在皮夹中容易变质。哎呀，破洞了，果然变质了。两层的保险套会增加摩擦力，反而更容易破掉。油性润滑液会让保险套乳化，乳化后保险套就会破损。油性 out， 水性 safe。用过的保险套不留眷恋就要丢掉。一次性使用的消耗品，重复使用不舒服。只要有心学，人人都可以成为保险套穿搭达人，穿得时尚又安全。有传染病相关问题，可拨打专人免付费电话。有传染病相关问题，可拨打免付费电话1922咨询哦。